虎山坚信有好的教育，只有好的人民，好的人生。越觉得有好多不理想，越需要有好的教育。饶公的人格、学问、胸襟、气魄，体现在他生活的每一个方面。先生有两句话流传很广：万古不磨易，中流自在行。不磨就不朽啊，就是等于古人所追求的，不朽，不朽，古人也是讲三不朽，三不朽，立德、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、立名。